感觉就是不敢相信。对，就是上一次来就是刚开始上映嘛，这个电影，然后到现在这个电影也上映了一阵子，所以非常开心可以来香港跟所有看过的朋友一起见面，然后对大家都学会这句口头禅了，对，很开心。啊，对啊，对啊，非常开心，谢谢大家今天来捧场。哈哈，对。那这次来香港有没有去游览一下，或是最喜欢吃的东西什么？对，今天早上刚来，然后还没有机会到外面去逛逛。对，明天可能会有，会有一点点时间去外面走一走，但今天已经有吃了一些好吃的点心了。嗯。有今天吗？我今天其实是Black Tie 系列的，那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系列，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点点正装，但是又有一点 casual。像我今天的西装跟裤子都是有一点宽版的，那西装外面还有一个很像领带披在领子上的感觉，对。那我很喜欢这条领带，对，它下面有一个很精致的设计，有一个 V 字型的金属片，对，我觉得这就是Black Tie 的设计的亮点吧。我觉得完全是，因为这一套西装，我觉得我完全是可以，平常会在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我都可以这样穿，对啊。总裁吗？就是可以任何人不用霸道都可以穿了。如果私底下的我觉得。像这件西装外套，我可能里面搭一件白 T， 我就会出门了。对，搭个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对，我觉得都很 OK。对，我觉得现在的正装其实都希望有一点潮流元素在里面，然后西装也希望有更多的变化。对，然后我觉得这件其实它是蛮经典的。不敢相信，我自己有看到那个报道，我也是吓了一跳。对，努力努力。对，就是今天这个西装还好它是宽版的啦。对，希望有一天可以再把它撑得更挺一点。其实我自己都还蛮常运动健身的啦，对，然后最近也有比较认真的在吃饭，然后健身，对，希望就是可以维持这个肌肉量，对啊，但我觉得其实都是看角色啦，对，如果有遇到适合的角色，都可以对，继续练身体，继续努力。Sorry， 裸露的底线啊。我觉得只要有好的剧本，就是没有底线吧。对啊。心目中比较肌肉，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我觉得就是，我想看哦。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心目中没有特别把什么肌肉猛男放在心里面，就是想要崇拜啊，对啊。但我觉得大家就是在戏里面，大家都是很靠近戏的角色跟形象，对啊。然后谁我比较自闭一点，我比较常自己在家里面练呢。对啊，对，健身就是一个很孤单的事情，真的。对，我也很想要找到一种健身的方式，然后它是就是很不孤单的。对，通常都是跟教练一起。对啊，
我健身的时候，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我今天下午刚到酒店嘛，然后想说有一点点时间，然后就想说很久没有来香港，然后难得来香港健身，我就拍了一张照。但是在拍的时候，隔壁的这个就是也在健身的这个房客就一直在看着我，所以我可能拍了两三张，我就不好意思再拍下去了。对啊，如果有别人的话，我可能就不会了。对。我就是多穿让自己运动起来舒服的裤子就好了。是不是每一天都在做运动？没有啦，对。但我觉得每天都会走路，对，因为我需要遛狗嘛，对，就每天让自己动一动也蛮好的，对。我觉得非常荣幸耶，因为在这个喜剧当中，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民俗文化的，所以其实看了以后可以更了解一些就是台湾当地的一些好玩的风俗民情，对啊，所以能够用喜剧的方式呈现，我觉得希望奥斯卡评审看会喜欢，对啊，也要看有没有入围啦，对啊。前阵子去的就是非洲的旅程。对。那趟旅程里面有没有什么很深刻的经历？我觉得去非洲这一趟旅程是很感恩啦。对。那我觉得是因为这一趟主要是在看世界展望会跟当地的一些连结。那我觉得去了以后是会更懂得珍惜，然后我觉得看看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更帮助当地的小朋友啊，然后帮助他们学习，然后帮助他们社会的发展，这样。谢谢。